The Philippine Anhai Club Incorporated hosted a welcome dinner for the hometown delegation who came to the Philippines to attend the new officers' induction ceremony. Philippine Anhai 工会 Philippine Anhai 商会是晚宴欢迎家乡政府庆贺团一行李飞出席新界职员就职典礼。菲律宾安海工会菲律宾安海商会新界职员就职典礼于2024年4月14日中午甲座世纪海鲜酒家举行。4月13日下午，家乡安海镇委人民政府安海商会安海镇侨联庆贺团安抵马尼拉国际机场，后任理事长蔡长表、名誉理事长蔡新华、副理事长徐有苗、后任副理事长黄建立、严才寻、秘书长严应强、理事严远木、蔡文才等该会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并陪同出席当晚甲座巴西市富林酒家举行的欢迎晚宴。理事长黄培英在晚宴上致欢迎词，他表示在其担任理事长期间得到了家乡政府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也得到该会全体乡亲的配合，积极参与该会的各项活动，使会务发展顺利，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参与蔡长表任内的各项活动，也希望家乡政府继续为该会的会务发展给予指导和关心，使该会的会务更上一层楼。家乡庆贺团团长安海侨联副主席蔡润泽代表全体庆贺团嘉宾致辞，他对乡亲们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表示安海政府对该会的发展非常重视，该会长期以来积极拓展会务，为家乡的慈善、教育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希望乡亲们常回家乡走访探亲投资，为家乡的建设做贡献。秘书长王学义主持了当晚的欢迎晚宴，期间举行了聚餐、合影留念和卡拉 OK 娱乐活动。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多少苦累不后悔，让失败化成威，决定也是跨过永坚强，下面一丢不带的是花你哟，这片海未免你带我去，你知道天地那边去，你对我说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